今天是要来开箱玉龙半月哦，在我被 ban 的时候，它的造型就出了。现在我正好拿回来，但是我也来不及刻了，所以就请这个西米啊帮我全包了这个造型。我们就先来进游戏来比较一下吧。我这次做了很多个比较的点，第一个是枪声，第二个是外形、终结特效、击杀声、幻彩比较。好，我们先进游戏去看它的枪声到底跟气王一致有什么差别。本影片由 Express VPN 赞助播出。你是否已经厌倦了在雅服的队友，厌倦了一场场的输局，想排其他国家更简单的对手吗？或是你有朋友出国，也想继续跟他们打游戏？只要使用 Express VPN， 就能让你在欧洲服、美服、地球的各个角落自由切换各个区域，且不受网络速度影响。因为在注册 Valorant 账号时，会根据你注册的 IP 位置而跟你所在地区域相连。假设你注册账号在欧洲伺服器，游戏时只能排到附近地区的。但有了 Express VPN 之后，不论你在哪个区域注册账号，只要开启 Express VPN 并选择要连线的国家和区域，就能跟国外的队友一起打游戏了。这是我使用 Express VPN 之前的我。这是我使用 Express VPN 在欧洲伺服器上玩游戏的我。我之前用过其他 VPN 连国服，但这是我使用过最好的一款。其他便宜免费的 VPN 会限制频宽或者是降速，但使用 Express VPN， 我在游戏时从未出现过卡顿。这也是因为 Express VPN 只投资于高级伺服器，提供最佳的使用体验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想将特战英豪游戏体验提升到另一个水平的话，请务必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下载，然后下载并注册的话，就可以免费获得三个月的服务。赶快去下载吧，各位。就是原版暴徒的枪声，再加上他的特殊音，声音的话，再跟气王一致做一下比较好了。哇，乍听之下，气王一致反而更像原版暴徒的枪声了。好吧，至少以枪声来讲的话，对他是满分的，就声音清脆响亮啊，有原版暴徒的声音，也不会太过于吵。那至于外观的话，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绿色外观，跟其他暴徒做比较的话，他应该只能6到7分左右吧。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他的枪声而买的。加了幻彩的话，他的幻彩选择非常多，跟起源的配色是差不多的，有绿色，有红色，而且是我说的红色是整把的红色，也比气王遗失再多了2个幻彩。而且光这个白色的话，应该就比哇，你看，就比气王遗失的暴徒还要更有层次。应该是说幻彩救了这个造型啊。让它有更多选择的空间。哇，你看这红色就更鲜艳了。靠杯，这红色是水晶的那种透光哎。粉红的亮的话是盖亚复仇，你看，而且它也不是满版的红，它这个是满版的红，再加上透光很鲜艳的，看上去很疗愈的那种。其他的话基本上你看暗红色 RGX 哦，有电幻瀑布有，但我想大家都看腻了。虚无世界。哦，偏粉红色，所以呢，这次的机会啊，如果你是红色的收集者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买这把。外形你选哪个啊 ？OK， 我开个投票好了，让大家选一下。哇，气王也是下去了，看来真的出太久了。依旧觉得他的外观比玉龙半月好看。啊，如果那个头做成尖的话，一定要更好看。对啊，这次这个组合包系列要怎样才可以封顶呢？他如果把神色换成鬼魅的话，全包。不是难事啊。等下，这也太大了吧？哦，这应该，这肯定是不用讲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目前特战英豪最帅的终结特效了。哦，非常帅。好，击杀的。声音非常的清脆，我个人觉得他击杀特效好像在哪边听过。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深度冻结的爆图丢过来一下？各位听起来应该会蛮熟悉的、哦。我刚自己听啦，我刚自己听的话。Call out sick next time, yeah. 好，我们再听深度冻结这把。有没有很熟悉？
中国风跟圣诞老公公风格的差异哦，因为你知道啊，深度东杰，我推测他在创这把枪的时候是用那种圣诞节当主题的思维去创造的，所以一定会跟钟声有关系。那这把的话，有研究过那种青铜器的声音，所以听起来两个都一样，但事实上是两个不一样的乐器。这比较偏中国风，这个就是。那深度冻结大家不会买的原因，绝对是因为枪声的关系，不够有独特性啊。那今天出了这把有独特性的玉器摩擦的声音，哇，好帅哦！对对对，超帅啊！That's right, you tell him. 好，先测试气王意思。But you need nothing to win. 哇，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哎，都是很金属的声音，但是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很好听，但是好像又有点太吵了。我觉得气王一直刚刚好，这个听久了感觉会耳聋。两把都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只是总有一种感觉是我听久了会耳聋。对，新的组合包好大声哦！身为一个仙女神之刃的持有者，买过一次就不会买。就不会用到第二次的那种使用者来说的话，他买的话绝对是值得，因为呢，仙女神之刃也是一样，他左键劈砍到第三下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双手击的那种感觉，你看哦，对，但右键的话不是，仙女神之刃是比一个爱心，但是他这个也一样很帅，内往向内劈砍，好。那大概评测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一次的全包的分数的话，哦，我愿意给至少八到九分吧，还有一些啊，那么高，对啊，这个值得全包啊，是吗？已经算好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前面那冠军，我那个爆图我根本打不到人。Brimstone's out。哇哦！对，在干什么 ？Got one. One enemy remaining. My ultimate is ready. 我看我们要来了，红上了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One enemy remaining. Clutch. Nice. Oh. Attackers win. 黄狗终于救了一把。